我在乎的，从来只有你对我的看法。你总算想起我了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都错在哪里了？不，我生气的是，你都不问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我？你就是仗着我不会生你的气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这可是恃宠而骄。真的，姐姐答应了，可就不能再反悔了哦。盖章。你之前不是想学画画吗？正好今天来了画室。要不要我教你？来画人物吧。我记得上一次也是画的人物。说的没错，上次画的只是 Q 版，
这次就试着来写实吧。那当然还是画我喽。姐姐，我有这么好看吗？你看着我已经入神好几次了。果然是这样。嗯，你说的对。我就是一直都在看着你啊。姐姐，你很喜欢？不准看了，不想你看别人画的你。嗯，与你有关的事情，我的气度就会变得非常小。我就在这里，你可以直接看我，看多久都没关系。嗯，说是为了感谢我们，帮他找到哥哥留下的信息。他爸爸来送画的时候说，他现在已经比之前开朗了很多，而且现在也很认真地在学习画画。哪有那么简单？我在他这个年纪，画的可比他好多了。有道理，那我们来看看你画的怎么样吧。毕竟你可是 Z 的第一个学生。怎么会？我觉得这个学生和他的老师一样，都很有天赋。不过，我倒是没想到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你就亲亲我吧。亲我，我才会开心。姐姐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的，除非你亲我，否则我绝不会松手的。那就先欠着。
最好是这样。